个号称啊是这个柿子的故乡啊，太多了吧？对，柿子的故乡啊。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好，就欢迎我们的钟欣怡。你看，哇，都是我们的市民。而且你很厉害，你举得起来了、啊，你也算是哈卡波呀，哈达尼，哈达尼啊，对呀、啊。那你要不要用客家话跟大家问候一下？客家话，我是钟欣怡，我从广西来到。辛苦，辛苦不会说。没办法，没办法，你们就好好的跟我们一起移动一下，好不好？怎么做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林导演。来来来，用客家话赶快跟大家问。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彭基林导演。怎么新埔这个地方会这么适合种植这个柿子？对啊，你看这种出来好大一个肉圆，你看，因为这个柿子种出来，它可以再加工变成柿饼。那你要晒柿饼呢，就是啊，不能太多雨，不要太多雨哦。对，而且气候要多风，这个风很猛，哎呦，有没有风要很强，要刚刚好了，如果太多就多雨了，所以不能太多雨。对。没有太多了，用客家话跟大家道歉，很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三合院这个广场有没有卖很多这个柿子？是，我们现在来大啖这个柿子。哦，这可以吗？可以，没有人呐、啊，所以就带你来就对了。哇，这可以试试，哇塞，哇，人家这个对，帅哥美女们在干嘛？你也要一起来吃啊？我是我这边的老板，你是老板啊？对对，你是这里老板。你是老板干嘛说话鬼鬼祟祟的？哪会有看？我有看到你们这些大明星呐、啊！啊，老板你好啊！老板您贵姓？我姓刘，姓刘啊！对对对，那个用客家话跟大家问候一下。会吗？大家好，欢迎你来魏魏家。魏魏家，魏家是你家就对了。对对。魏家。这个柿子是你在晒的、啊？对对对。哦。你们想吃什么？我看你们在那边。他吃很多。哦哎啊，这个是什么？会给你们大惊喜。大惊喜，这个柿饼除了是甜香之外，是，另外还有个味道，去吃吧，试试看，试试看。哎，对对，惊喜，惊喜，他说会有大惊喜。大惊喜，试试看。大惊喜，哎。哦，哦哦哦，哎呦，嗯，嗯，怎样？甜呢？很甜呐、啊。很甜。来哦。是不是包一个？嗯，有什么味道？有大惊喜吗？有大惊喜哦！难怪老板啊，柿饼里面本来是没有包花生的吧？对，这个是我们新的吃法哈，就是说柿子就是事事如意，对，花生的话就是说塞进去的话就是表示好事会发生。啊、哦！大家好，对呀、啊，好事会发生啊！里面有花生，还有柿子，你吃的会觉得花生什么事？花生，哎呀，你来了。怎么这个放在你手上变好小的、啊、好小的、哦、其实我们以前的话因为没有那么多零嘴也没有泡面、嗯、我们做到半夜的话肚子饿的话刚好以前的话都是会把花生炒起来炒起来饭吃、嗯、老板你是那个福州来的吗我们是保定的客家不是啊他是福州贵的文青百沙鸡多加多菜多剃头多有这样，其实我们客家腔的，客家腔啊，你早来了，只有你这样子。你这个根本跟客家腔，我也没有叫你。你像是模仿那个福州，我福州腔吗？这柿子可是有好几种种类的哦，用来当柿饼的柿子通常是选用石柿，另外还有富有柿、四周柿、牛心柿等等。柿子既能生食又能熟食，还能加工成柿饼、柿糕，又能酿酒、制醋等等。话不多说，马上前往工厂去看看吧。哎，老板啊，啊，他们这个阶段是在做什么啊？他们在做削皮的工作。削皮哦，这就是新鲜的柿子就对了。对哦，他这个成熟要多久啊？它成熟的话是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的时间，它从四月开花，哦好，对对，一直生长到九月秋天，九月十月就开始秋收了，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就大家一起削皮，嘿。阿婆这么老了还在这边削皮耶，对，他是我们这边的国宝，这边的对，辛苦之宝就对了，对对对，阿婆你几多岁啊？
来啊、哦！嗯，在新郎哦，在新郎哦。哇，他说六十几了哦，八十几，八十几岁了。八十几岁了。乱讲。哇，你问阿婆住哪里啊？你问。阿婆，你住哪位啊？在哪位？在哪位？在那里，在两角那边边。你要叫他住哪里？他跟两角住在一起。所以是住在慈母那里，梁锦喂，住在梁锦呐，梁锦，梁锦，阿伯，你这个是标啊，消几年呐、啊？消几年哦？哎，要三四年有哦。你消三十年？三十多岁了，三十多岁哦，三十多岁了，那阿伯真的消了，动作还那么利落，真的。哎、欸、哎、欸，等一下，阿姨，哎呦，阿婆，哎、喔，阿姨要削这个皮，好像在跳舞嘞，对啊，而且很开心，跳啊，弄水蜜哦，阿婆呀，带着草帽来到台前，很有节奏感的，哦，哎、欸、呀，你怎么削那么长？那皮怎么削那么长？断了会怎样？断了会怎样？断了会怎样？断了，妈妈要处罚。阿婆，你妈妈要处罚你啊！你每笑一笑，你妈妈会断掉。没有了，没有，没有处罚阿妈。妈妈死掉了。阿婆很乐天呐、啊。你拿一个给他笑一下。我看姐姐他们拿来这两位姐姐都好像很轻松的感觉耶。而且你要像他这样，好像在跳律动，跳律动的。对。一共啊。天哪，心仪，一首歌一颗柿子都能被你搞砸，真是被你打败了。可爱的老板拿出30盒柿饼，还有染色包包，要来博我们的第一名模保养品组合、录音泰迪熊、时尚腕表，还有运动健身器。广告回来后，超酷的游戏好事进了，马上登场。好事进了，有阳光，有阳光，什么阳光啊？你今天要发扬阳光啊？这个阳光，这个阳光。游戏啊，哎，真的是用柿饼来玩。我们这边有一个大斗，有没有？然后我们要用老板的这个柿子呢，从这边开始，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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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走迷宫哎哦，走迷宫是，然后到那边大家好不好？两颗，两颗，从这边开始要到对角线，从这边开始到对角线。哦，两颗时间短的赢，对，好不好？好，好，老板的女儿加油啦！中间有陷阱，不要掉下去啦！掉下去就重来啊！小心啦！可以吗 ？OK， 为自己的队伍加油，下一杯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好，其实讲加油是蛮标准的，对对啊，蛮可爱的。好了，我现在从这边先放，好不好？好的，好，要准备了，好事进了。我开始滚啊，滚动了，滚啊，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来，等等等等，好厉害，好厉害，厉害吗？来，走，哎，很快嘛，哎呦，加上中间了，已经到中间了，哎，进步了，哎呦，小心，小心，掉，掉，掉，这么厉害，哦哦哦，哇，难怪第二个就进来了，第二球没有思维，怎么可能？好强哦，哦，好强哦，我。要到了，老板。哎，谢谢谢谢。对啊，这边这边女儿也一张椅子，这里这里这里。两个到底有没有默契？是不是同一个方向？好厉害呀！一个两个都要往上抬，两个都要往上抬。看，这个再出发，再出发了。两个人同时把那个板子给放掉，老板加油加油！不要这样子掉下去。哎，那个那个，你们要不要干脆放你地上啊？里面放一个牙膏，牙膏，什么牙膏啊？你要刷牙牙膏啊？那边有一颗啊，这边这一颗撞出来不算，在这没有啦。这个长脚嘞，我的柿子嘞，你打了撞打了，怎么会长脚？第一个，给他刚刚，他刚刚那个玩到一半是要刷牙吗？他说我要牙刀，我要牙膏，我要那个什么？我说我要牙膏，你也知道很色的事啊？啊？牙膏啦，牙膏，那个你要牙膏啊，牙膏，掉了掉了啊，可惜掉了。开始这样叫。
像老板，你怎么笑都笑不像老板？你很奇怪，你们两个一直学，我就不能。可以多少？1分19秒。哦，哇，这个夜第四轮也不晓得快还慢。但是他们 miss 两颗，对不对？我觉得好好玩，我也要来玩。你玩一下了，因为女生都也要下，好不好？来了，一人就就位。好啦，准备好了没有啊？你这只等一下拿着它会偷吃啊。没有了，你小心林导演。不要吃啊，这个还没削，很涩的啊。准备好了，好事进了。你不要那么，不要那么一这么紧张啊！过去过去，对对对，哎啊，掉下来！你这个很激动，我觉得你怎样？只有那个关卡，你很危险。摇高了，这边摇高，我说你们两个会很紧张啊，尤其钟欣怡，这游戏破坏我，还没掉，你还没掉，这样走，哦，这样走了，来，走了一个漂亮90度，好了，好了，你看哦，浩子在我老板，你很紧张吗？掉同一个点了，掉了，掉同一个点了，加油，走别条路不会哦，没有别条路。就这一条，好来，这一条小心啊，这里很危险，就这里，对，很危险。你先摇高，这条很危险，慢一点，我高一点，用抖的，过来，进洞条路，赶快，还有机会，这一颗不要 miss 就有机会了，结果上面掉，马上要掉，慢一点，慢一点，你怎么掉同一个洞啊？外面试试，加油，慢一点。慢一点啊，老板又说他爱我。有了，这个过了就该过关的了。怎么那么多陷阱呢？我跟你讲，最后一颗了，最后一颗了，再不过我要吹哨子了。好没默契，你不要学老板。一次两颗，好烂哦，真的好烂哦！快，不要进去！周正，好了，你至少先过个关吧，不会那么难看。2分12秒，天哪！你们玩太久了，你们的什么？你们每一个洞都已经进过了，好幸运的，好幸运的，好幸运的，恭喜你们赢了，恭喜你啊！获得这个防晒乳啦，还有腹部健身器材啦，啊，都可以交在这里，都是你的，来。这里啊，小朋友喜欢的泰迪熊啊，哎，我们拿不到柿饼啊，没有关系，我们观众朋友呢，至少他们也知道来这边找老板吃柿饼，对，好不好？吃柿饼就会有好事发生，好事发生啊，还有好事进啊，好事进啊，谢谢老板啊，我们一起移动到下一个点啊。